其实是不要的，就是翻译一下，他说了话境，即什么是一个形式，就是出生入化的话，他说话境，这是翻译上是非常难取得的成就。当《堂吉诃德》的中译本作为国礼被赠送西班牙贵宾，作为国礼被赠送西班牙贵宾时，几个新手送出的邓小平并不知道，杨绛是在翻译之前才学的西班牙语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薛红石曾经作为秦杨叔父的助手，在工作中一起接触，他把这是个难得的至宝。就是他开始的时候呢，我一下就是我就说总之，杨先生就说总之呢是用于总结散文的，一开头就是总之，是不对的，因为一是扼要的说。这个字句的点拨，薛老记了三十年。对于一个百岁老人来说，不问收入，不计名利，杨绛的写作，杨绛的写作，我真如他自己所说，是做自己想做的事。从文中采访一个百岁老人，是这个记者找到的杨绛，在后辈人看来，既教学问，也教做人。他们呢最初的时候，先生就说我志气不大，只想做做学问，贡献一生，是吧？这杨先生他也是这样，两个人所以是志趣相投。他们两个人的这种，感情中，这都是很老实的，是的。这位夫妇早年的助手薛红石在谈话中反复讲着他们昔日的做人之意，身边的普通同事杨绛都要一一在生活上赞叹。